香港空气差就个个都知噶啦，越来越多家庭都会买一部空气清新机。Dyson HP 043合一风扇暖风空气清新机就是一个好选择。一开箱我哋就见到佢嘅遥控。之后见到的就是两块活性碳滤网，之后就是空气清新机的本体。1212只脚啊！呢度啊，佢都提示咗你要装咗活性碳滤网先好用。HP 04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可以调节上下角度，适合香港咁挤迫的环境。滤网外壳只要向下按就可以轻易除出嚟。滤网只要同时按住上下的箭嘴就可以除出嚟。依家就装翻头先提示我哋要安装嘅活性炭滤网。咁我哋依家开机睇睇 ，HP 04中间嘅荧幕，除咗会显示温度同湿度之外，更加会显示室内嘅空气品质、悬浮微粒同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等嘅有用资讯。除咗用遥控控制之外，佢仲可以下载专用嘅 Apps 嚟控制，就算喺街都可以提早开定。影片就去到呢度啦，想知道更多有关 Dyson HP 04嘅资料，就请喺下面留言。同 like 同订阅随便台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睇啦，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